了宜兰的传艺中心，听说不用去马祖，来这边就可以看到蓝眼泪耶。于是板娘就带大家一起来看看逛逛吧。其实传艺中心里面就很多那种台湾传统艺术，像是琉璃啊、陶艺，然后工艺坊的一些展售，让大家去了解说台湾传统艺术原来还保留什么文化还在呢？像这边是黑土，这边是染布，很酷哦。好累哦！对啊，连摩托车都累啊，可以减肥啊，不用穿毛啊。哎，怪不得勾扎郎都较瘦，以前人比较少有胖子，因为他们都是苦力活。嗯，哇，来，你是这个年代的人吗？不是，他是用白。用白。渡船头啦，啊，这里也是有中原普渡啊。对啊。啊，是一间真正的庙。这算是美食街啊。对啊，它美食街，其实里面内容很多，都是很多，有便利商店。美食街，而且价位都算还好，不会太贵。来这边真的不用怕肚子饿。我家里面也有星巴克哎、欸，啊，它只有咖啡而已的，对不对？哦，好，没关系。好风家头，各位吐一下嘞哦，吐一下哦，哦，这无高高啊哦。火车行到伊都阿婆里都丢，哎呦，风尘来哟。活动呢，总共有三天，8月4号到6号，七夕系列的活动呢，如果
你在感情上有任何的疑难杂症呢？欢迎来到我们西台旁的解缘一条街，会有占卜，还有塔罗牌跟宠物沟通师为大家解决跟宠物沟通还有感情上的疑难杂症哦。好的，话不多说，那在活动的一开始呢，我们先邀请十位幸运的民众来到我们的舞台上。我们跟圆剧团一起进行开球的仪式，我们欢迎十位民众朋友。3、2、1，请开球。好，丢出吉缘心，也祝大家梦想成真哦。谢谢。那，慢些。来。今年七夕呢，不管你是单身还是有伴的朋友呢，都非常适合来到我们台球。我们要去丢球了。有最好拍的这个这个。这个很像扭蛋的那个碰到水的会亮灯的那个产品，恐龙。运气的文昌街上，抬头呢就可以看到许多彩虹豹，彩虹棒，他给我吗？天空上哦。那我们希望可以。我们3、2、1，我们请丢球。好，祝大家心想事成，美梦成真。那可以自由的拍照哦。等一下，可不可以我的权益干眼泪？我们非常难得的画面，一年只有一次，七夕奇缘心动的活动哦。祝福你免费体验含义含眼泪的活动哦。好，那拍完照的朋友可以朝主持人左手边的方向离场哦。我们进入这浪漫又唯美的画面哦。今年奇缘心的活动只有3天。8月4号到6号，在宜兰传艺园区，您消费满234元的。看看，这可是夜间的传艺中心，那是因为这三天七夕情人节活动开放到夜间一日。哇，这灯超美的，它长得有点像新一人版 S3上面的美食街。我们现在马上又来到罗东运动公园，一起来逛逛罗东超级热闹的情人节活动，走吧！哦，要许哦！我在宜兰上班这么多年，第一次看到罗东运动公园这么多人。哇，这是宜兰人的嘉年华。啊，我们现在要走鹊桥了。好啦，没了。回台北前，我们来到东山车站，来这边散步看看有什么好玩的。就是很像荷兰有个地方叫羊角村，它也是有河，它这里就是那个东山火车站的下面。阿姨家是皮卡丘吗？有点像哎、欸，那很可爱的这只，是老鼠吧？是老鼠吗？是兔子吧？耳朵那么长，应该是兔子吧？这是一个谜样的生物。但天气实在太热了，我们决定来去吃个冰吧。
这菜单也太多太丰富了吧。哇，是送一碗很大的造景鱼，看起来真的蛮厉害的哦。买吧，客户都要来过。店内贩售了许多在地小农的商品。还有宜兰当地的特色产品哦。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都欢迎帮忙按赞、订阅、分享及开启小铃铛哦。如果你有想要看到牛的款式开箱或是其他好吃好玩系列的，也都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们。我们下一支影片见。